下一首。周深 ，S.H.E 波斯猫，恭喜！我还是 S.H.E 的粉丝呢，气死我了。一转眼却又看不见。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比谁猜的多，真对，太难了吧。雷斯拉的 gentlemen，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没有，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用一曲波斯猫征服大家。天哪，比谁猜的多。阿明，如果你这把赢了，我就在微博上澄清你跟吴彤。谣就是你造的，你早该给我澄清了。我澄清，我造谣好不好？如果你要是输了，你就在微博上承认假的，你要承认好不好？承认什么？那我偷题了。我一直都在偷题，你越这么说越偷题。准备，对，举手回答啊。我有点紧张。开始，加油！他听前奏厉害，我这不是来了吗？这已经出登场了啦！红豆王妃，答对！嗨，一个，我必须要听到词儿，我必须，咱们下次同词儿放。来下一首，你这。一股看来戏曲你听过吗？哦，是戏曲吗？霸王。霸王别姬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太恐怖了吧！两位歌神都安静了。等一下，我听。我知道。霸王别姬不是。杨迪，李宗盛、林忆莲的那个歌。对。什么歌？往事。不是往事，只能回味。继续放。我竟然知道。我想想，有往事，演当爱已成往事。啊！坐。啊！接着放，来。让明天好好继续。就是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吗？对。翻唱，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为什么不放李宗盛和林忆莲？他们俩也唱过，是不是？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对，就是他们俩。是李宗盛、林，你们老放后面唱的。那个《达拉崩吧》也是洛天依的歌，是不是？我都答出原唱来了。哎呀，我说他放的是这个版本吗？来，下一首。广岛之恋谁的？莫文蔚、张洪亮，答对。是耶， yeah! 是不是？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哦。太可怕了。说喜欢离别，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下一首。周深，Selina 王力宏，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不 ，Selina， 我对了，我对了 ，Selina 任嘉萱，错，王力宏 ，Selina 王力宏，不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我还没答完呢，你干嘛说我错？我求你们了，这些歌我都知道。周深答对。3-1啊！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学关系。我承认我偷题了，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我说我不要，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的。好了，够了，没这事。下一首，气死我了！杨迪，原来你只能赢我们。杨迪，浪花一朵朵，任贤齐、阿牛，错，还有一个人，那个黄品源，错。哇，这么多人！天哪，要命了！周深，只有阿牛吧？浪花一朵朵，错。
浪花一朵朵，任贤齐、阿牛、光良，对，耶、yeah! ！哇，他们两兄弟。哎呦，杨迪狠呐，杨迪太刁钻了，陈列。不是，出一点，出一点，巨难的，巨难的，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冷门的。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说那么冷门的。来，下一首。哇，这是太难了吧？周深，周深，不行不行，周深，都知道都知道，比谁说的多。比谁说的多？我来，我说的多。你说的不多，我说的多。周深来，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群星，答对。哎，哎，这太牛了！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但是人家用智慧有问题，人家说了群星。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一个小姑娘。带来全新空气，要是韩红，啊不是韩红，张漂亮，然后孙燕姿，唱歌是娜姐，你没有一个来开始唱，拥抱过去，孙燕姿，算了，不来谢谢了，4-2，这个4-2了，还有两道题啊，还有两道题，我还猜，杨迪刚才那一道。相当于3道吗？那我群星可以算50多道哦。那你了。成龙大哥出现几次？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拍的 MV。好了，杨迪。长传。北京欢迎你，欢迎你开天辟地。杨迪，输了要认。来，下一首啊，来，看一下我梧桐，眼睛一直看着周深，就看他举没举手，是吧？周深，哎，不是杨迪，他先举的，啊，杨迪先举的是吧？啊，杨迪，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为什么要避嫌？有什么好避嫌的？好避的，我是菜苗的，又不是有实力的。把这个菜给掀了，都别。你答，来换一个哈。你答，换一首歌，我就要答这首歌。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你毕业于浙江，算了不说，浙江传媒大学根本不是大学同学。对，后来成人教育的时候，函授，两个函授班，流星雨 F4，都有谁？言承旭、朱孝天，是不是？是流星雨。坐实了，我要击鼓鸣冤。特别针对你呀，我感觉又针对我，说啥特别？我算我一分，流星雨 F4，算你4-3，赛点，最后一下了啊！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打平。你们都看着点，梧桐的眼睛不作数的，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来，看一下。铁血丹心，周深，杨迪，谢谢，杨迪是周深，周深连举带蹦的，你看他现在就问答案呢，你快点举手，杨迪，你快举手，小杨哥作弊了，铁血丹心，罗文珍妮，作弊，我柯震恶的歌我还是不知道，打平，算你打平。气死我了！我磕着我江南七怪杨过。好，来最后一道题啊，4-4，谁答对了谁就赢了。我要吃酿菜。啊！我吧，杨迪，想见你。错，下。周深。831的想见你。想见你。哎呦！哎，太狠了！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太厉害！哇！快走！
接下来我们不比划啊，下一组周深啊，你和双胞胎吧，杨迪，我说你猜 ，Twins 加油 ，Twins。响声杀人，我出大计。响声小品魔术杂技，啊，曲苑杂谈。这太难了。几个字？二三四。花花花，这么多？看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字。十三，十三，十三啊！洛天依，洛天依。看我，几个？一二三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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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蹄王，对，黑幕，黑幕，对，哎，啊，传声筒，传声筒，一二三四五六。唐僧肉在哪里咱动物世界鲶鱼精鲶鱼精西游记鲶鱼精蛤蟆精鲶鱼鲶鱼精鲶鲜两个鲶两个鲶鱼精啊老大，这个唐僧肉；老二，这个唐僧肉。过过过！鲶鱼精。蚊子。不能演啊！不能演，不能演了。夏天，夏天。什么？夏天。什么？夏天。什么？夏天什么？谁让我养？我要他死了。你想死？要他活不了。什么？过。一二三四五，五个字。I want you, I want you。韩光君。I want you。韩光君。啊，啪 ！I want you。情深深雨蒙蒙，你的梦想是什么？ Oh, no. I want you, I me me me， 呸呸呸！那英那英那英，贾玲那英贾玲，庾澄庆，尤长靖，华少华少，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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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voice， China voice， 哎这不行 ，China good voice。好了，到点了，我真受不了 China good voice。你跟我说英语，你跟我说英语。I want you， 我说了很久 ，I want you。你为什么不说中文？我要你啊！人家都说的 I want you。在吃饭之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决定大家能不能吃到你手中的八道菜。我们这个游戏叫传鸿运，上道具。哇哦，那个我知道那个。
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题目，然后每一对 CP 都要迅速答对这道题目，才可以把这个传给下一对。OK。两个人答一道题，在谁那儿爆炸了，谁就撤掉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第一轮默契问答，我们提出问题，两个人依次回答，只要回答一致就可以传给下一个人。夏天还是冬天？夏天。球鞋还是高跟鞋？球鞋。苹果还是梨？苹果。呵呵还是哈哈？哈哈。你看都哈出来了。短裤还是短裙？短裤。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小县城。小县城。哎，不行。颜值还是才华？颜值。我的天。颜值还是才华？颜值。黑长直还是大波浪？大波浪。黑长直还是大波浪？大波浪。黑长直还是大波浪？黑长直。我们第一期的飞行嘉宾是谁？沙溢。哎呦哎呦，杨迪和周深谁比较帅？周深。肚子疼还是头疼？头疼。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如果是不是 A 和 B 的选项，我们统一说不知道。杨迪和周深，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掐人中，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掐人中，掐人中。我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单眼皮。那快快快！60秒的哪一秒？5秒。作弊！再来。作弊！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哪一秒？3秒。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哪一秒？5秒。你看他俩都不在一起。炸了！三号桌开红运了。谢谢你啊，我好，请三号桌杨迪拿出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把这个肯定不愿意要的，这个歌菌干周深不吃，我爱吃。而且这还有迪哥好大方。一会儿这样好不好，我们把桌上所有的蘑菇都给你们吃，把最好吃的生态蘑菇都给你们吃，让你们变成马里奥。第二轮的题目是这样的，请说出娱乐圈里的情侣的名字，两个人必须各回答一个名字，才可以传给下一个人。啊，那我。3、2、1，袁弘。啊，张歆艺。对。你说一个我知道的。蒋勤勤。嗯。你别看我，我们不能作弊。3、2、1，说谁？张杰先。张杰先吧。那个。你说一个我知道的。那个谢娜。张杰。什么？贾勤勤，弟，对不起。这个张杰谢娜是我们俩准备的。谁比较当红的？好，秦昊。伊能静。狼王。谢娜。啊，这么硬，姐。什么？沙溢。吴可。汪小菲。大 S。潘少芬。张晋。那个巩汉林。他哎呀算我再换一个。那个所以说我知道的潘长江。不行等一下。结婚了的。你给我来一个。你也没人了是不是？报了还不报。报。袁咏仪。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三个字。啊，我的锅开了。丁志云。大了。耶。张智霖。我记不清。巩汉林老师的太太金珠。想不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又是我们啊？周深。恭喜三号桌又开红运了。这些。就是鼓励的话像在讽刺人一样。手剪香菇我们就不想用了，而且一会儿你们会收到3份手剪香菇。别呀，万一都是咱们俩卡住的。新的这个只有1分钟哦，就会炸。还是这个问题啊？还是这个问题。开始。赵丽颖。冯绍峰。赵丽颖。说完了。你公然听见的。张子怡。冯冯。
端过的算不算？谈过恋爱的董翰林，分手我只知道董又霖。董翰林，董翰林是谁呀、啊？董翰林，董翰林，珍珠，董翰林，珍珠，陈小春。包贝尔。我说包文婧。包贝尔，你这个啊，下次不能这样啊。托迪生。任静。黄晓明。Angelababy。你们俩太快了，你俩。最近刚结婚谁啊？我怎么知道？袁成杰。和谁？和他老婆呀。他老婆，他老婆的名字是一个热播剧，最近热播剧，他的男一号刚来过。丁，他老婆，他老婆的名字，女一号那个角色。什么露？不是他，不是赵露思，不是他老婆，赵露思演的那个角色是他老婆的名字，袁成杰。陈芊芊。谁呀、啊？有谁呀、啊？刘德华。刘德华跟谁呀、啊？跟谁呀、啊？啊？贾玲，贾玲，不是吗？这个不能过啊、那谁呀、啊？张伦硕，钟丽缇，真是不认识人吗？刘诗诗，吴奇隆，哇塞，哇塞，不对，还有谁？还有谁？哦，哇，你这个爆的太猛了吧！二号桌。开鸿运喽！讽刺讽刺，刘德华、贾玲怎么就不算了？我们就差见面和领证了。来，请拿出一道菜。这个手剪蘑菇。哇，菌菇。下一个香菇给完了，我们给的即将是豆苗。好，来我们这个题目，好来啊。请回答影视剧里的情侣啊，那可以，那可以，你先答。开始。Jack。罗斯。罗斯。甄嬛。算。甄嬛。皇上。对了。哪个皇上、啊？哪个皇上、啊？随便就是谁呀、啊？杨过。山龙女儿。哎。哦，依萍。何书桓。倪萍。哦。何书桓，华妃，皇上 ，Mr. Smith， Mrs. Smith， 安陵容，皇上，这情侣还有谁呀、啊？金锁，金锁没有，他是丫鬟。金锁，你自个儿来是吧？柳青，柳青，金锁是柳青。四谁？四阿哥。四阿哥是谁啊？有几阿哥呀？五阿哥。五阿哥。小燕子。对。说哪个？你俩能不能思考一会儿？啊，好。啊，赵敏。张无忌。好了，贾玲姐。来了，快点报了。至尊宝。紫霞仙子。皇上。沈眉庄。罗密欧。朱丽叶。皇上。等一下。那个皇后。皇后怎么称呼都可以吗？要名字，要名字，皇后叫做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嫡嫂。那个香妃，皇上。对对，皇上这么多呢？好，紫薇，这个尔康。哎，黄语嫣。段誉。段正淳。黄语嫣他妈。谁？王语嫣他妈。王语嫣他爸。不行。王语嫣他妈不行吗？不行，得有名字的。皇上有名字，你欺负我吧。但是旁边那个至少有名有姓吧？有啊。谁呀、啊？段正淳和王语嫣他妈。王语嫣他妈有名字。什么名字？我不能提起呀、啊。不是，皇上没有名字。姐，赶紧想咱的。银角。银角。再说银角算吗？多少块？大伙儿分。唐老鸭 ，Daisy， 小叮当，小叮当，叮当猫，叮当猫是飞鸟。哎，我们上不了，又快不运了，我们正好想不出来。叮当猫没有，我们没有菇了。鱼腥草给他们，哎呀。啊
鱼腥草，我们云贵川的人爱吃的，你们吃，给我吃完。哎，他们肯定吃不了这个东西。这是折耳根吗？对。哇，怎么面露难色呢？什么表情？因为我太期待吃折耳根了。我必须喝口畅清放松一下了，真不行了。还放松？必须要放松。好，来啊。我们因为是在火锅店，所以我们要接出有火的歌曲。哦，好，你的强项，也是你的强项，来接歌喽，开始。This girl is on fire。啊，这叫 kiss。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香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要唱还是说歌名？唱出来，唱出来。你就是火，奇怪的造型。好好。有火就行，谐音也可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可以吗？东汉末年，分散国战，火连天不休。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里面有。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阿贝尔，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红红火火。霍霍霍霍霍霍霍，这不是火，他俩才叫霍霍。霍霍火霍都可以。啊，同音也行吗？刚刚才说因为在火锅店用的火。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太多了。霍哈，霍哈，霍，霍火，火。天哪，静止的画面吗？那是。观众以为自己按了暂停键。火火火！哇塞，你俩在静止了。停了。停了。行了，就直接爆了，完了吧，快点。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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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有吗？没有了吗？我把我唯一的解谜了。我拉你看，我拉你小辣椒，这怎么办？我们把我们唯一的给别人了。火，火辣辣的火，火火火火都可以。火火火火火火，那边的火呀，那是什么火？很不熟悉。那那那那那那鲜花。Baby, you firework。水果姐。我。我。我画你的。你和你画我。哈哈哈哈哈哈。我。天哪。哎，你们是这么惨的，不太可能啊，这咋回事？不用。不用祝福，肥牛，肥牛，哎，别，肥牛我没有，鸭肠我有，鸭肠行，鸭肠吧，我这桌上只有三个菜了，不是，我们俩都有点舍不得了，好，准备，怕老婆，四川人怕老婆，怕耳朵。射手，豌豆射手，太阳花，太阳花，太阳花，有太阳花，太阳花，有太阳花，太阳花，植物大战僵尸，对的，对的，对的，哇，我们俩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双胞胎，承认了，我们俩，我们，弹簧狗。太厉害了！贾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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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吗？诬陷我，偶像，造谣，女神，造谣，公主，美女，造谣，冤枉，冤枉，我没有，冤情，我没有，我没有，贾玲，深渊，击鼓鸣冤，报告法庭，法院，法官。我经常干嘛？我为什么这么聪明？
承认了，承认了。黑幕，对，黑幕，差不多，差不多。内幕，差不多。提醒、提示、答案、偷题。厉害，太厉害了。两个字，一二，热，好热。折，好热。空调，坐天气，太阳，太后。冷气，冬天，冷气。六，冬天，赤道，夏天。坐第一排，坐地，喷火，喷火。好聪明，太厉害了。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小学鸡。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然后内饰好，内饰好，噪音小。前面三个字，前面三个字，每次要坐之前都会来一个人。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旅游伴侣。火锅放进火锅里，放进火小红椒。驾驶员，小红椒，曲线型，漂亮，空间大。什么型号？型号 CX30 小红椒。哇哇，可以了，可以了，开始喽。李玟，什么？什么？这是李玟，月光女神。错。李玟，月光爱人。答对了。啊！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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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答滴。十大车祸场面。没少看啊，作为一个歌手最爱看车祸场面。能不能好好练练歌？我有，最近都退步了。来，好熟啊，这真听过，好熟，又是哪个电视剧了？我一定听过。乱来一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杨幂。不是，我知道是什么歌，孙艺丹的。错，不是孙艺丹，他不叫孙是吧？不姓孙，但是什么艺丹？他名字叫什么？一丹。三寸日光，不对，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三寸天堂，对，谁的？三寸天堂，李一丹、王一丹、刘一丹、马一丹、洪一丹、张一丹、赵一丹、周一丹、刘一丹、武一丹、来一丹、王一丹、刘一丹、王一丹、马一丹、赵钱、赵一丹、孙一丹、周一丹、王一丹、李一丹、我一。这个饭我们不吃了，好吧？赵一丹、赵一丹、罗一丹、张一丹。欧阳一丹，连一丹，一比一，一比一，连一丹，我都到欧阳一丹了，百家姓都要说完了，连一丹老师，对不起，为我们上面有可能提到的各位一丹老师们，对不起，来啊，这首啊，哎呀，那个女歌手，我有机会了。我有机会了，哪个女歌手？就是我们这个剧里的歌，我都听过。错爱是吗？不叫，有个错，爱错，只爱要爱，偏爱偏爱，偏爱歌手名来。偏爱杨幂，刘诗诗。不，你听你声音像他们男的，男的吗？女的。偏爱张什么金？张芸京，张小芸。张芸京。我只看《仙剑一》，加油！啊，好熟啊！啊，我知道是什么歌了。哎，等等，《爱的华尔兹就爽》。答对。Oh no！ 说实话，真的难。上一次你们俩是在抗衡，这次你就。请回答，周深的原名叫什么名字？哎呦，几个人答对？四个人答对。四个人。来，我们一个个亮啊！朗朗哥，你先亮。周星星。周星星答对一个，杨迪。周浅。周浅答错啊！好好听哦。程程。周星星两个答对了。贾玲姐，三个答对了，周深。
周琦。我的妈呀！周琦，连周琦你们都。我俩真是够了哈。好，你俩只要一个人一对一错就能。那我先来吧。你先来。这算星吗？这个人？当然，这就是星星。小朋友丢，那先确定一下红路的。周星驰。那这个说一这个肯定算星吧？这就是星星，这是星星吧？有人有时候剪笔画的时候，我以前名字都这么写。本人就是。哎，我们那种画画的时候，来画个月亮，对，画点星星。我以前写名字都这么写的，就是，真的真的。不可能，这个是你的，这个只要你的发现一个你的写过的证明，有有。现场给你写。我找人，我去找人写不行，现在就不叫证明。就差一个，就差一个。本人应该写的。你为了跟我炒 CP， 周琦。哦，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周琦。六个人答对，谁是春游家族里的中华小曲库？这个难，这个真的难。没问题，绝对成功。周深先亮，显得我很厚脸皮。周深就是你，周深，莹姐，周深，我是杨迪，你是杨迪，也就是后面只有每个人都对。如果最后答案写的是杨迪，我想先看树一的，树一，树一。周深认错了，对，但他改过来了。朗哥，朗哥，周深，程程，杨迪加油！哇，你画的好好啊！我只需要是周深，我们就赢了，嘿嘿。他俩都太自信了，他俩都太自信了。我赢不，六个人答对，我就可以答错呀，因为我不是那个本答案本人嘛。当然肯定是我呀。春游家族啥都不足，春游家族啥都不足，春游家族啥都不足。第三季见。